我这边是爱上花坊的，您在我们这边订的999朵玫瑰，这个花包装起来太大了，然后配送可能会慢一点，先生不要着急哦，拜拜。哎哎。啊。不是。你订那么多花送谁的？他打错了。谁信呢？你看老说我不好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好意思。不是，哎，老公哥哥，咋的了？咋这么急啊？我能不急吗？我才刚来，你就这么着急跟我表白？不是我，他打错了。嘴硬，就往这编。我编啥了？那你为啥开免提啊？还不是想让我知道？我的听筒坏了，听筒坏了。哎，老公，咋的了？听点电话啊，我订了束花，留你电话给老板。不是为啥留我电话啊？我手机欠费了。哥们，你二逼啊？我不想当二逼，我想当老板的小 baby， 塞斯雷迪。Later。啊，让我那把花卖我吧，卖不了。哎，哎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干嘛？真开心，你还知道给我整点小浪漫。那花是毛哥订的，他留的我手机号。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你走吧。哪儿？虽然买不起999朵，但99朵我还是能搞定的。我虽然是个垃圾，但我的爱从来。咋的了，毛子？花着了。那咋能着呢？外面下雨呢。你看外面给我发的。受不了了，着了。